2013-1 1月5日发行癸巳年特种邮票一套一枚，小本票一本，发行量6499万，市场价 1.1 元，下跌了 8% 2013-2 1月18日发行海洋石油特种邮票一套三枚，发行量856万，市场价 2.9 元，下跌了 46% 2013-3 3月5日发行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四枚，发行量998万，市场价 2.8 元，下跌了 36% 2013-4 3月5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发行量1200万，市场价一元，下跌了 17% 2013-5 3月13日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发行量960万，市场价 1.8 元，上涨了 50% 2013-6 3月16日发行桃花特种邮票一套12枚，发行量789万，市场价7元，下跌了 50% 2013-7 3月22日发行世界水日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发行量899万，市场价一元，下跌了 17% 2013-9 4月21日发行景泰蓝特种邮票一套六枚，发行量808万，市场价 4.5 元，下跌了 48% 2013-8 4月13日发行岛链图特种邮票一套三枚，发行量900万，市场价 1.8 元，下跌了 50% 2013-8 4月13日发行岛链图特种邮票小型章一枚，发行量723万，市场价5元，下跌了 17% 2013-10 4月25日发行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小型章，发行量800万，市场价3元，下跌了 50% 到20135月3日特别发行齐心协力抗震救灾邮票一套印，发行量1000万，市场价 1.8 元，上涨了 50% 2013-11 5月11日发行感恩母亲特种邮票一套一枚，发行量1090万，市场价1元，下跌了 17% 2013-12 5月19日发行中国古镇一特种邮票一套八枚，发行量820万，市场价 4.8 元，下跌了 50% 2013年第十三期。6月1日发行小蝌蚪找妈妈特种邮票一套五枚，小本票一本，发行量780万，市场价 2.9 元，下跌了 48% 2013年第十四期。6月16日发行金铜佛造像特种邮票一套六枚，发行量899万，市场价 3.5 元，下跌了 49% 2013年第十四期。6月16日发行金铜佛造像特种邮票小型章一枚，发行量800万，市场价 3.5 元，下跌了 42% 2013年第十五期。7月13日发行琴棋书画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发行量1450万，市场价2元，下跌了 58% 2013年第十六期。7月27日发行龙虎山特种邮票一套三枚，发行量1115万，市场价 1.8 元，下跌了 50% 2013年第十六期。7月27日发行龙虎山特种邮票小型章一枚，发行量970万，市场价 3.5 元，下跌了 42% 2013年第十八期。8月15日发行中国东盟博览会特种邮票一套一枚，发行量1100万，市场价 1.1 元，下跌了 8% 2013年第十七期。8月18日发行猫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发行量1015万，市场价 2.5 元，下跌了 48% 2013年第十九期。8月31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发行量1100万，市场价2元，下跌了 17% 2013-198月31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运动会纪念邮票小权章一枚，发行量959万，市场价2元，下跌了 44% 2013年第二十期。9月2日发行韦国清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发行量1019万，市场价 1.2 元，下跌了 50% 2013年第二十一期。9月7日发行豫园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发行量
1289万，市场价 2.3 元，下跌了 48%。 2013年第22期9月7日发行南华寺特种邮票一套4枚，发行量1039万，市场价 2.4 元，下跌了 50%。 2013年第23期9月15日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三纪念邮票一套4枚，发行量1049万，市场价 2.4 元，下跌了 50%。 2013年第24期9月27日发行乒乓球运动特种邮票一套2枚，与瑞典联合发行，发行量1130万，市场价 1.3 元，下跌了 46%。 2013年第25期9月29日发行中国梦国家富强特种邮票一套4枚，发行量1680万，市场价6元，上涨了 36%。 2013年第25期9月29日发行中国梦国家富强特种邮票一套4枚，小权章一枚，发行量1260万，市场价6元，下跌了 9%。 2013年第26期10月11日发行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纪念邮票一套1枚，发行量1050万，市场价 0.9 元，下跌了 25%。 2013到2710月15日发行习仲勋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发行量1330万，市场价3元，上涨了 25%。 2013年第28期10月22日发行世界审计组织第21届大会纪念邮票一套2枚，发行量1020万，市场价 1.3 元，下跌了 46%。 2013到29 10月25日发行杂交水稻特种邮票一套2枚，发行量1080万，市场价 1.8 元，下跌了 25%。2013到30 11月16日发行毛泽东同志诞生12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发行量1779万，市场价 7.8 元，上涨了 63%。 2013到31 11月29日发行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1枚，发行量1300万，市场价 1.6 元，上涨了 33%。